我们看第十八题，他问哈 ，SY 间的等效电阻呢？啊，这个的话哈，没有办法用分手线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二比一不会等一比二啊，所以知道哈，把它弄成呢三角形，把它画成 Y 形，这样就可以做了。好，我把这个图的话哈，画成这样子的话比较好看。那我现在哈，把这三角形画成 Y 形。好，啊，这根等于多少？全部加起来哈是二十嘛，这二十分之十五，哦，二十分之多少呢？这个乘以这个，哦，没有，不对，加起来二十分之啊，这个乘以这是五十，所以是二分之五。那这个呢？这个的话是二十分多少呢？这两个相乘，二十五，五是二十。五和十五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也是，全部加起来二十，二十分之五十，所以是二分之五。好，那也就是二点五哈，五二点五，一点二五了。好，那再跟这个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二分之五跟五哈，我给它并联。二分之五跟五并联，然后二分之五加五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二十五，二分之十五，约分五二十五了，五三十五，这三分之五。哦，所以这里哈是三分之五，按照这里多少呢？这里是四分之五跟十哈并联。四分之五跟十并联，哦，四分之五跟十并联，这等于多少呢？二五得十，二得四，二分之二十五，四分之多少呢？四十五，二得四，五五二十五，五九十四，算是九分之十。九分之十，哎，刚刚算错了，这是串联的，串联才对。这个跟这个是串联的，所以是二分之五哈加上五，等于二分多少呢？十五了，哦，这个是二分之十五，然后这四分之五加十，哦，四分之五哈加十。等于四分之四十五，哦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再跟这个并联，哦，这两个并联，二分之十五乘以四分之四十五，二分之十五哈加四分之四十五，加多少？这加起来是等于四分多少呢？这三十加四十五。哦，三十加四十五，或是先约分好了，可以约掉十五了。这一，这是三，哦，八分之四十五，二分之一，这是变成四分之二，这四分之五，四二得八，五九四十五，二分之九。也就这个是二分之九，二分之九再加二分之五，二分之九加二分之五，所以是二分之十四，所以应该是七欧姆。答案的话应该是七欧姆，啊，或者搞不好的话，你画这边的话，搞不好会比较快一点，也不见得，反正的话呢，答案是七。